大家好，我是谦谦，我们现在人在台中潭子大明高中。大明高中的前面就是巨星产业园区跟国道四号的潭子交流道口，另外这一边的话我们有 7 潭子区的行政办公大楼跟台中市的警察总局，警察总局对面是全联哦。那再更往前一点就是潭子的慈济园区，到军工商圈跟石旗也都很快，北屯捷运总站跟好事多也只要5分钟。你今天要看的是祥仁愿景的社区别墅，总户数283户，有管理员，一个月的管理费是700元，年缴的话一年是缴7000。管理费最主要是拿来做社区环境维护和信件的收发，至于倒垃圾全部都要自己来。这一条路往前的话可以接74号潭子交流道，3分钟就可以回到潭子市中心跟潭子火车站。大明高中学生都有持续在增长，所以又有在盖蓝色这一栋。我们这条潭心路是12米的坡路，前面也有公车站牌，有公车站牌也有 U-Bike 哦。今天要看的是前面这栋林路型前院别墅，屋龄18年，4房3厅3卫浴。地坪的话没有陆地池分，从水沟进来到后院地坪有27坪，1到4层楼总建坪有55.9坪。水表在门口，2颗电表跟天然气都在我们的柱子侧边。车库面宽有4.5米，深度到台阶有4.6米。前院的采光罩都已经搭好了，前院的部分有一些住户他是做铁皮车库把它包起来，那也有开放式的，就看你的使用习惯跟方式。上来会经过3个台阶，台阶高度没有很高，有行动不便者进出要注意。大门朝北，大门的右侧就是电箱，屋龄只有18年，所以电箱都还蛮新的。入住之前还是请水电的来帮您看过会比较放心。1楼的空间到厨房是开放式的空间，就有14坪，挑高3.3米，净宽有4.3米，地砖也都维持得很好，没有破损。我们这是零路型的产品，如果你是当店面使用，它是开放式的空间，很好运用。如果要当纯住家的话，这里就是规划电视墙，我们另外这个墙面就是沙发区。餐厅的部分这里还有一个空间可以放大圆桌，原则上要坐10个人，空间都是足够的。楼梯间下的话，我们可以规划整组的收纳柜体。开放式的空间，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放的冰箱可以放到很大台。L 型的厨具，因为它是木造的，下面都已经腐烂了，建议可以重新再更换过。我们来看后院的部分，后院的空间有3.4坪，化粪池孔也在这边。两边的邻居他们都有用铁皮搭建起来。这个小门出去就是水沟。我们来看1楼厕所的部分，它就坐在楼梯间的旁边。1楼的公用厕所维持的都还 OK， 那你想要重新换过也可以，有开窗。上2楼，我们没有主卧的规划，前后2房，中间是公用卫浴。我们来看2楼的前房，空间有6坪，相当的宽敞大间。床头的位置是在这个墙面，对面就是电视墙和衣柜。窗户的话，它是做低台面的大面开窗，室内会更明亮通风。前面还有小花台。看出去的部分是高压电线杆，那目前潭子的电线电缆都已经逐渐在地下化，所以我们这边以后也会地下化。我们来看公用卫浴，卫浴都维持得很好，但是最主要就是旧了，看你要不要再更新。卫浴没有开窗。接着看2楼后房，空间有4坪，后房有规划落地窗和阳台。
后阳台的宽度有 1.1 米，然后另外这一边的纵深有 4.3 米，看出去外面就是我们一楼的后院。周边邻居多半都有把后院搭建起来，阳台也有做铁窗。这里使用热水器啊，和天然瓦斯。接着我们上三楼，二楼上三楼的楼梯间的墙面，现在看到有渗漏水的部分。它的隔壁是邻居的卫浴间，所以现在有渗漏的问题。那做法有两种，第一个是从它的卫浴间去做防水，第二个是从我们自己的墙面这边去把缝隙的部分去填补，这样子。那我们来上三楼。三楼跟二楼的格局全部都一模一样，包含坪数都是哦。差别在三楼的高度又再更高一些，所以进来后明亮度又比二楼再更好。看出去的话，视野的广阔度又更高一层。这是三楼的电箱。我们是一楼、二楼、三楼都各配有一个电箱。这是三楼的公用卫浴，我们全栋都有刷新漆，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看哪里有壁癌的问题。二楼是配浴缸，三楼是做干湿分离。我们四个房间非常大间又方正，整体非常好规划。我们来看三楼的后阳台，这边是放热水器的地方。二三楼阳台都非常的宽敞，所以在这边晒衣服空间都很足够，不一定到顶楼。那在这个部分它有一个水龙头。那上四楼，现在四楼这个空间是多功能的空间，也可以当做神明厅使用。最高的挑高有来到四米。如果你有神明桌的需求的话，到后门这边的后墙的宽长度有三米，供你们参考。我们来看后露台，后露台的大小有 4.4 平。当初建商规划水塔就放在这里，但是有些邻居为了要增加后露台的使用空间，他有做铁皮的搭盖，然后让水塔放在铁皮的上方。这个地方就是放洗衣机。那我们可以看另外这一侧哦，这一侧就是看到潭子区公所的这个方向。我们来看前面，前面的露台也非常的宽敞，就有六坪。隔壁的邻居现在有做铁皮搭盖起来，看出去就整个就是大明高中的视野。现在看过去是潭子第八公墓，现在准备改建为生命纪念公园。这就是这一整栋一到四楼的整体概况，目前的售价2388万。祥仁苑景这个别墅社区，最主要它离慈济园区、还有潭子的行政办公大楼跟台中市警察总局都是在旁边而已哦，所以大部分都是医生、护士、公务人员现在搬进来住。我们买临路透天别墅的好处是，将来想做生意的时候，就有现成的店面可以使用。赶快联络我，现在就来看。